小朋友们 ，OK， 老师要你们拿出华文课本，然后写上点点，一页 ，OK， 两页 ，OK。今天的点点是星期三，2021年10月6号 ，OK， 来写上。OK， 可以吗 ？OK， 来，我们一起看书本啊。OK， 来。OK， 来。连一连 ，OK， 我们看啊。OK， 来。我们乘坐轮船去游玩，哪一个是乘坐轮船去游玩？哪一个？哪一个是轮船？这个是轮船。OK， 来画线。OK， 弟弟在公园骑自行车，哪一个是骑自行车？这个。OK， 如果你们不会看的话，你们可以看，你看轮船。OK， 这是我们学过的字嘛，对不对？轮船还有自行车，你就可以找那个车咯。OK， 你看啊，下一题啊，飞机在天空中飞行，哪一飞机啊？飞机在天空中飞行，哪个是飞机？这个是飞机，来画线。OK， 轻快铁在轨道上行驶，哪个是轻快铁？这个，来画线。汽车在马路上行驶，哪个是汽车？这个是汽车，来画线。OK， 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我们看这里啊。OK， 填上正确的标点符号，这是逗号，这个是句号，这个是感叹号，这个是问号。OK， 多一次啊，逗号是在句子的中间，对不对？句号呢？句号就是普通的肯定句啊，那些都是用句号的，对不对？感叹号是很激动这样子的声音的感觉的 ，OK， 所以用感叹号。问号是有疑问的 ，OK， 来，第一句，谁拿了我的书？谁拿了我的书本 ？OK， 谁拿了我的书本是问吗？人家问吗？所以是问号咯 ，OK， 可以吗 ？OK。早上，爸爸载我去上学。早上，然后句子中间放逗号。爸爸载我去上学，然后句号。OK， 可以吗 ？OK， 这是我的老师。OK， 这是我的老师是普通句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放。句号 ，OK。这个西瓜好大呀，所以是感叹号。讲哇，好大 啊，就是放感叹号咯 ，OK。公园里有花草树木，逗号。也有游乐场 ，OK， 所以是句号 ，OK， 可以吗？OK， 来，我们看下面。OK， 来，我们继续看下面啊。写出指定的部首，然后将相同部首的字词分类。
OK， 来 ，OK， 我们写在这里旁边一个小小的，好不好？把它的部首写出来 ，OK， 日部，日部怎样写？日部是一竖、二横、折、三横、四横，对不对？然后犬部哎，犬部怎样写？一撇，二弯钩，三撇。犬部，足部，足部是哪一个？足部是怎样的？足部是足字头咯，它是这样子的。OK， 可以吗 ？OK， 细部是这样子的，狮字旁。OK， 可以吗？最后一个宝盖头的这个 ，OK， 它也是这样子的。好不好？可以吗 ？OK， 来，我要你们找出这一个字，然后把字配下去。OK， 很像这个日部，哪一个是日部？我们看旁边或者上面。OK， 很像这个碗是哪一个的？碗是日部的，来写上。OK， 红 ，OK， 写好了就割掉。红是。狮字旁的细部的就是这里的，对吗？看一样吗？一样咯，就写上。OK， 可以吗 ？OK， 来，这个家，家是哪一个？宝盖头，对不对？一样吗？一样，来写上。写在下面这边啊。OK。OK， 来这个竹字。竹字头来，哪一样吗？哪一个一样？这个一样对不对？上面是不是 ？OK， 来画掉写。OK， 这一个犬部这个咯，犬部写上。OK， 其他的老师要你们自己在家做哈，好不好？这是你们今天的功课，好不好？OK， 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，拜拜，小朋友们。